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这句话或许是有些贬义的意思，但是如果在家中某人的运势很好的话，确实能够给全家人都带来好运。这鸡大生肖在8月22、23、24号起财神送财，财运就很旺，到时候不但自己赚钱多，全家都能享富贵，过好日子。生肖牛，生肖牛的人性格质朴忠厚，待人体贴入微，并且向来人缘好，身边朋友多。生肖牛的人未来运势极为乐观，他们命中有福禄星庇护，8月22、23、24号起运势上上签，横财入宅，大奖连中，大富特富，横财滚滚来，遇难能逢凶化吉。同时生肖牛之人事业中如鱼得水，未来蒸蒸日上，机遇满堂，财路大开。生肖龙，生肖龙的人命里带福，可以在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挫折不断，8月22、23、24号起运势上上签，横财入宅，大奖连中，大富特富。他们的贵人庇佑，横财大发，事业顺风顺水，只要能抓住机会，就能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，发家致富指日可待。生肖马，生肖马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有效率，他们生性比较忠厚老实，同时机智果断。生肖马的人运势方面，前段时期因受到五行相克之局的影响，有破财之灾出现，只要多加注意。不过在8月22、23、24号起运势上上签，横财入宅，大奖连中，大富特富，将会避免任何破财状况的出现，未来喜事连连。并且生肖马的人工作中虽然近期不是一帆风顺，但能磨砺自己，将来前景一片光明，定能正财偏财滚滚而来。生肖猴，生肖猴的人聪明伶俐，做事情雷厉风行，效率很高，在元宵前后财运也相当旺，财运一如既往的好，好运连连，发财的机会多多，财神爷上门拦都拦不住。8月22、23、24号起财神独宠，横财大发特发，真爱找上门，生肖猴的人赚的钱会陆续到账，不管是在什么行业或公司，收入都超出自己的预料，更有可能会有加薪的机会。生肖羊，生肖羊的人在过去的时间里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困阻，使得各方面都陷入了困境中，没有什么方法去解决。然而8月22、23、24号起财神登门，贵人相助，走狗使运，横财赚千万，富贵不愁。生肖羊的人准备迎接财神们，赚钱机会增多，贵人相助，好运气常在。未来三天里轻轻松松就能赚的一大笔财富。生肖蛇，生肖蛇的人纯真朴实，做事干脆利落，而且表里一致。8月22、23、24号起财神登门，贵人相助，踩到狗屎运，横财赚千万，大富特富。生肖蛇的朋友将会遇到比较不错的横财运，并且一喜添贵子，二喜涨工资，三喜横财来，事业方面将会发展的一帆风顺，并且生肖蛇的人事业中有机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商机，将来受人尊敬，早晚能够富甲一方。生肖兔，生肖兔的人之前因有凶星盘根入命，导致较多人运势普通，运气较差。8月22、23、24号起财神送财，横财大发特发，钞票堆成山，财旺福旺，万事顺遂，事业一帆风顺，得霞喜吉星庇佑，霉运不再，好运到来，控制不住发大财，苦尽甘来。同时生肖兔的人工作上往往受到领导的器重和青睐，身居高位，未来生活幸福无疆，家底越来越厚。生肖鸡，生肖鸡的人8月22、23、24号起财神送财，运势上上签，脚踩聚宝盆，横财连发，大赚特赚。他们生性霸气十足，又很有魄力，他们有拥有谋善于规划且能力出众。
生肖鸡的人命宫有华金贵人护佑，到了这个月份气势如虹，特别是贵人的涌现，无论是正财还是横财都是非常旺盛的，他们求财财来，处处都有发大财的机会。只要生肖鸡的朋友们届时能抓住好时机，就能有望咸鱼翻身变大富翁。不仅如此，生肖鸡之人还有很旺的桃花运，单身生肖鸡的人容易遇真爱脱单成功，并且未来生活将会无比幸福。生肖鼠，生肖鼠的人之前始终未能遇到过什么财运，生活中的钱财也大都是凭借自己的辛劳换来的回报，这样的生活难免会有生肖鼠的人感到辛苦。8月22号开始福的正神赐福，好运不断，惊喜连连，横财一波接一波，越是逆袭财运连连，横财大奖不断，大富特富，一夜暴富。生肖鼠的人命中有地之子水遇月之酉金，酉金生子水，让生肖鼠的人财运得到强化，可享受大富大贵的好日子。生肖猪，生肖猪的朋友天生福缘特别旺，与金钱非常有缘分。8月22号开始福的正神赐福，好运不断，惊喜连连，横财一波接一波，大富特富，他们的贵人纷纷出现，事业大步向前，闷声发大财，只要把握住机会，就能够腰包鼓鼓，存款赚百万。生肖猪的人好运不请自来，把握机会就能够走向人生巅峰，摇身一变成为大富豪，有钱有势。生肖猴，生肖猴的人生性正直，不矫揉造作，8月22号开始福的正神赐福，好运不断，惊喜连连，横财一波接一波，三番五次转好运，大富特富，事业一顺百顺，生肖猴的人运势就像坐上了直升飞机一样，一路飙升，各方财路全部打开，富到流油。再加上财源雄心万丈，短期有很高的提升时机，横财运得到大提升，钱财涌进门。生肖羊，生肖羊的朋友8月22号开始福德正神赐福，好运不断，惊喜连连，横财一波接一波，屌丝逆袭，鸿运如雨，横财遍地，大富特富，他们做事有头有尾，心思缜密，很快就能够在财神爷的庇佑之下收获万贯家财，好运一波接一波，喜事一桩接一桩，单身的属羊人还会有不错的贵人缘，在他们的帮助之下，有望与一中人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开花结果，注定发大财，门庭若市。生肖龙，生肖龙的朋友8月22号开始福的正神赐福，好运不断，惊喜连连，横财一波接一波，屌丝逆袭，鸿运如雨，横财遍地，大富特富，鸿福无边，事业大红大紫，他们求财得财，眼光毒辣。生肖龙的人在生活中往往能够得到贵人的赏识与提携，生肖龙的人很快就能够事事顺心，事业再创新高，单身的属龙的人也能够在生活中遇见志同道合的意中人，把握机会就能够顺利脱单，注定心想事成，钱财大赚。生肖牛，生肖牛的人之前的运势还算稳定，虽然生活并不是很富裕，在求财之路上也总是会遇到一些意外，但至少生活还算安稳。8月22号开始福的正神赐福，好运不断，惊喜连连，横财一波接一波，惊喜不断，大发横财，大奖连中，大富特富。生肖牛命中有丑土生酉金之局相助，五行相生，让生肖牛的财运得到提升，在这段日子发财，今后再也不缺钱。生肖兔，生肖兔的人性格虽然低调，但为人处事都特别厚道，这辈子总能做成大事。8月22号开始福的正神赐福，好运不断，惊喜连连，横财一波接一波，运势飙旺，大奖中百万，横财发不停，大富特富，聚财有道，自此不再缺钱花，贵人桃花接踵而至，出人头地的日子近在眼前。